12432啦，即係琴日嘅一位個案啦，係37歲嘅一位男士啦。咁佢係喺呢個24號咧，就喺尼日利亞咧，就經埃塞俄比亞同埋泰國咧，就到港嘅。咁佢就一直都冇病徵嘅，咁啊住喺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。第三日嘅樣本咧係測試陽性啦，咁我哋都驗到係 M01Y 啦。今日咧都確定全基因測試排序咧就係呢個Omicron 嘅變毒病毒株嚟嘅。佢之前就喺尼日利亞就打咗2針嘅莫德納嘅，咁啊最後一針咧就係10月5號打嘅。咁佢確診嘅時候嘅 CT 值咧，就係第一次就係27、29度啦。入咗醫院之後咧，11月27號驗嘅咧就係 CT 20嘅。咁都可能係一啲係最近嘅輸入個案啦。